接下来这个危险了啊！您可以大胆来，这个嘉宾我们以后准备不要了。不好，你注意点这个滑，别掉下去，我担心不好会掉下去。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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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浪费人家气都被你破了，人气功的气都没了。来几个人帮忙，再上一个。我觉得这个至少得两个以上，对对，多两三个人顶在后边，在前面我在后面。女侠，手下留情。你们还要脚下站住是重要的。对，那把被顶飞了，我感觉要。动不动作好。不行不行，他们两个都不行。他们两个来来，我跟你起来，再去一个，再去一个，我来。哎，你们不能晃来晃去的。哎，她好美啊！天哪！天哪！我天哪！镜头给个特写，看看他的喉部。我们看一下，也就是普通的一个硬横哎，这就是硬气功哎。陈不恒，你说说你手上的这个钢筋是你平时见过那种建筑钢筋吗？是啊。你们三个人能够搬弯这根钢筋吗？试一下，不太可能。段东跟陈不恒把它掰直。我跟你说，以前有一个人，他不相信，他一个人上来给我顶，他这个地方疼了，因为他不相信，所以我就给他垫的毛巾比较薄，他疼了一个星期，真的。看看能不能掰大一点角度。你俩抓稳，别打脸。来，弹性小心点。小心弹哦。好，你再反作用力，看看能不能更小角度试一下。把它掰过去，对，别对着自己喉咙啊！你那个不行，我对。好，可以了，可以了。不可能做到，我连站都站不住，不要说顶的这事儿。这个钢筋是搬起来非常给劲，而且往回弹啊！哎，你们俩看到他把这个东西给顶弯了之后，作为一个男人，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得。还好没娶这样的女人。我们看到的时候的确是感觉到好像男人在她面前非常脆弱，我们能够理解你丈夫的感受。我觉得钢铁侠女还是此言不虚。对，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来，谢谢两位，快跑。接下来还有表演，手撕脸盆是吧？好，我们请一位上来检验一下这个脸盆啊。来，磊哥，是这样，你看看能不能撕得了，如果你要撕不了他就撕你。确实搪瓷的脸，但是套一个呗。但是是不是比较薄的脸盆？搪瓷这个真的算不薄的，重量也还可以，是吧？看起来就比较。关键你咱甭管薄不薄。哎，磊哥，你踩一脚看能踩烂不能？我站上去应该没问题。站。对呀、啊，你看，我觉得还是对吧？不容易的。接下来表演正式开始，来睁大你们的眼睛。哎呦天，为什么我就老想到那个陈不恒的脸呢？这个是真的，口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口打开了，现在我太厉害了，要把这个把它彻底撕掉吗？可以，它比较底又是一层，因为底它比较厚，它肯定加厚的，底儿是加厚的，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撕吗？底更难撕啊！妈呀！太厉害了，这个。
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这可以了可以了，也很危险。不要撕了不要撕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厉害了，可以了，太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工具我们都不一定能撕得开。我们在非常惊叹和佩服之余想问问你，你没事撕它干什么？你为什么想出了这么一个表演项目？因为我从小的手劲就略大那么一点点，略大一点，你哪里是略大一点？我现在特别理解，你公公婆婆不仅要把饭给你送到床上，而且一定要做得好吃，否则全撕了。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她老公的勇气，你知道吗？那一定是真爱，要看过她表演还敢娶了她。其实很多人他还是觉得不太相信我到底相信，我都相信，我信。这你说啥我们都信。对对对，说实话，以前看表演有时候还觉得硬气功不一定是真的，就看了这个东西觉得真的是真的。还有什么表演？咱还撕什么？是人体。他刚才说有一个那个在鸡蛋上的那个、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碎砖。这个节目它的成功率的话应该只有60%左右，所以不一定。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还要放吗？哇！哇！砸呀！小心小心，全部赔的啊！不好，你连下得了手啊？三，快点！二，哇！睡了吗？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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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哇哇哇哇哇！鸡蛋还没睡呀、啊？鸡蛋！天哪，天哪！哎，那下面的好，鸡蛋完好。一会儿你把它吃了，对，一会儿我们一定要验一下啊！哇塞！你有杯子，拿那个杯子。哇哦！帮他卸一下，帮他卸。确实牛哈！检查一下，感觉他们俩要出去哈。来，把鸡蛋打掉。真鸡蛋！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把它全部打掉。而且你知道吗？这里的水是不少的。哎，怎么能做到那个鸡蛋上不吃劲儿呢？谢谢谢谢谢谢！哇！我们看了这个表演之后啊，最大的感慨还是艺高人胆大。因为这个节目也出过事，啊，不是没有出过事。上去以后，专访好了以后，他就像我跟你讲了，他一锤砸偏掉了，直接砸到我脑袋上面了。那个锤比你今天锤还要大。他们准备的今天是个8磅的大锤，他准备的是个12磅的大锤，这么大一个大锤，一锤砸到我头上，然后当时那个血就砰一下就飙出来了。对，然后当时头上这边这个地方就缝了七针吧，缝了7针。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轻松，就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的一个状态。证明我是一个好演员。每当提到有关于父母，就是父母的爱的这种呢，我就会特别难受。虽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从小缺失的东西，就是在心里面可能永远就是一个伤害。有人一辈子在治愈童年，有人一辈子在被童年所治愈，所以一个好的童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的重要。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吗？一个。男孩子？男孩子。你会让他练这个吗？当然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吃的苦，我肯定不会希望我的孩子再去吃一遍。他多大了？
14岁了。你想跟他说什么？跟儿子？嗯，我想跟儿子说，儿子啊，你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你都怪妈妈，因为妈妈没有文化，所以我希望你不成才，但是一定要成人。嗯，谢谢。但最感谢的不是你的表演，是你给我们带来的乐观的人生态度。谢谢国飞。谢谢。